DSC 2021 ICT Paper 1A MC 第21題，這一題呢去年是只有 37% 考生答案。這一題呢問關於 Computer Operation Assembly Language， 這一題是一題典型呢難就比較抽象的問題的，因為呢 Assembly Language 的 Program 呢比較難有實際的操作，就只能夠當是 Concept 這樣去讀和理解。咁題目咧就俾咗句咧 assembly 嘅指令 low 一千，咁 low 咧其實就係 opcode 一千咧，其實 operand 即係一個 memory address。咁但係呢個指令咧，其實佢做咩咧？其實喺個題目裏邊咧就唔係太重要，因為咧其實佢就問究竟喺個電腦嘅咁多個 component 裏邊，邊一個去負責 decode 去解碼咧？依一個 instruction 係做乜嘢嘅咧？係 bus register ALU 啊？還是 CU 呢？咁我哋排除啲好明顯唔係答案嘅先啦。例如 bus， 佢就負責咧喺電腦嘅 component 之間咧傳送嗰啲 data 或者係 control signal， 即係好似公路上嘅巴士一樣咧，將啲乘客由 A 點傳送去 B 點。咁電腦嘅世界咧 ，bus 咧其實就係嗰啲電線啦，而 data 咧就係嗰啲乘客。所以 bus 咧係唔會用嚟咧去 decode 咧嗰個 instruction 咧係做乜嘢嘅。咁另一個好明顯咧，都係唔會嘅，就係 register。咁 register 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個 CPU 咧入邊嗰啲嘅 memory 咧，我哋通常都叫做 register。咁佢係記憶體嚟嘅，咁咧就唔係負責做 decoding。咁啊，剩翻兩個選擇啦 ，ALU 即係 arithmetic and logic unit， 即係負責做咧加減乘除同埋咧 and or not 嗰啲 operation， 仲要俾嗰啲 number 大個定細個啦。咁幾明顯咧，依個係同計數有關係嘅，亦都係同 decode 咧係冇關係。咁啊，最後依個咧就係 CU， 即係我哋嘅 control unit， 係負責咧統籌咧成個 CPU 入邊咧每一個 component 嘅運作，包括埋 decode 嗰個 assembly 嘅 instruction。咁依個我哋解構嘅 CPU 咧，其實佢就佔咗依部分，就係個 CPU 嚟。依部分咧就係 RAM。呢一度係 ALU 啦，呢度係 control unit， 而個 assembly instruction 咧，例如依句 low 一千咧，準備 decode 嘅時候咧，就會放喺依個位置，放喺個 instruction register 嗰度，而負責 decode 嗰部分咧，就叫做 instruction decoder， 佢就 within 個 control unit 嘅其中一個 component 嚟嘅。咁當然咧，其實依個指令咧未放入 instruction register 之前咧，其實佢就係儲在個 RAM 嗰度嘅 RAM 裏邊咧，某個 address 咧會記住咧一個 low 一千嘅 instruction。好，所以咧好明顯個答案啊，係個 control unit 嗱，其中依個 instruction decoder 負責解碼咧嗰個嘅 assembly instruction， 究竟咧佢係想做啲乜嘢？